余生是赛德克·巴莱的后传，他交织着过去这80年来的伤痛，跟一段更源远流长的信仰。他们牵我们到清流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说我们会活着，他们知道他们会死，不知道在哪里而已。两个警察马上抓他，他先抱他爸爸说：“我们没打赢你，不要打赢你，就是没抓走就没回来了。”从电影《赛德克·巴莱的惨烈战事》中走出，纪录片《余生》真实呈现彝族伤痛。彝族的脸上去看到那个过去的一段历史，可以带给后世的人多么大的一个影响。汤湘竹导演透过《余生》还原赛德克族的信仰与历史，这整件事情的诠释回归到他们本身的一个主体性。透过《余生》这样的一个纪录片，他所想要教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。异想世界本周带您走进赛德克族彝族的余生，10月24号下午5点半，晚上10点半锁定 UDN TV 异想世界。